哎呦我的天哪，这蜜雪冰城开分店都开到蛋仔岛了啊。对对对，那我必须要当第一个在蛋仔里喝到蜜雪冰城的蛋。哎，老板老板，今天开业大酬宾有没有免费的试喝呀？有呀有呀，今天新品上线，可以免费试喝一口。直接给我来20杯，记得把小料的给我加满。滚出去，打死你个龟孙儿。闪了别闪了啊。不是啊，不给就不给嘛，老是打我这张帅脸干嘛？快看啊，那群雪娃好可爱，听说当雪王还可以免费喝奶茶呢。什么？当雪王可以免费喝奶茶？有这好事儿，我当然不能错过呀。正好之前助力给了我6个代币，兄弟们，已经抽到雪王的扣一，还没抽到的扣二。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抽到吧？必须的，来，欧气满满的第一发，给我出个雪王皮肤。哎，这第一发不出货很正常的啊，那个第二发怎么也得给我出个好东西吧。嗨嗨，来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有你的呀，网页这一堆垃圾里边塞个雪王皮肤，多有一种十里捞金的感觉呀。这个损出错了损塞。网易爸爸，我这都飞了2轮了，这一轮不会比之前抽的东西还烂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又来了。你别笑啊，漂亮，比第一轮多了200瓶盖，那这奖池里最垃圾的全让我提前抽到了呗。哎呀，我不对劲儿啊，我现在都这么飞了吗？来，麻烦兄弟们都帮我点点赞，你们点赞越多我欧气越多。现在就剩3个代币了，但是我丝毫不慌啊。来，我有预感这次肯定是雪王。哎，这我说啥来着，雪王的表情也算是雪王好吧。你笑吗？你在兄弟们都别眨眼啊，雪王的表情都出了，下一发肯定能给我一个鸡蛋整蛊玩具。完了，就剩最后1个代币了。哎，网页你行行好，这次给我出个紫色的行不行？收到，来了老弟。啊，不是，我想要的是紫色皮肤，你给我个紫色道具有啥用啊？兄弟们，我可没有善罢甘休，瞧你这些任务做完还能得4个代币。哎，不就是肝吗？我拼了。 1 hour later。 我的妈，兄弟们，肝到肝硬化，好不容易又凑了4个代币，这次要是还不出，我直接原地去世。来，第七发，给我个配饰也行。我去，声控游戏是吧？说啥来啥。那行，第八发，网易爸爸给我出个雪王皮肤吧。我来。哎，没事啊，还有机会呢。第九发，再不出可不厚道了呀。出来吧，紫色盲盒染色剂。拜托，你很弱哎。完了，就剩最后一抽了。王爷，你这是逼我放大招了呀。来，我的抽奖专属音乐走起，屏幕前的兄弟们别跑，让我吸光你们20年的欧气。最后一发雪王皮肤给我出。我他妈来了。哎呀，你可算是出来了呀。嘿，现在我可是店里的吉祥物，免费的奶茶岂不是能喝到饱？啊，老板，来200杯奶茶，小料通通加满。哇，战役涌上来了，给你个大嘴巴！这什么情况？兄弟们，这奶茶看样子是喝不上了，但是没事，我可以和同事一起跳舞呀。教教我们雪王团，这都能原地出道了，好吧？拿来吧你！哎，大贩子，你要干嘛呀你？听说当雪王可以免费喝奶茶，但是我没抽到雪王皮肤，只好用一下你的了。拿来吧你！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这个是我刚抽到的皮肤呀，我都还没捂热乎呢。